睡不着啊。哎呦，我真是孤枕难眠啊。啊？I don't like to sleep alone。 哦，我也不是很好睡。 Reaching out and touching you。 Leave no worries all behind。 Loving you the way I do。 So much of your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，飞哥好，好久不见，还有我们台视的大乐队好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六四凯先生也跟大家问候一下来。大家好，我睡不着啊。哎呦，我真是孤枕难眠啊。I don't like。To sleep alone, stay with me, don't go. 跟我有关吗？ Talk with me for just a while. So much coffee and get to know. 我也不是很好睡。Reaching out and touching you.Loving you the way I do, so much of yours in your song. Marry me and let me live with you. Nothing's wrong when love is right. Like a man said.In my song,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. I don't care who's right or wrong, and I won't try to understand that a devil.凯先生从现在起对您印象又改观了，谢谢飞哥。哎呦，这个听说苏芮小姐非常欣赏他的才华。对，因为这个伍思凯哦，那个我好早就想跟他合唱，因为伍思凯他这个唱这个高音哦，他这个技巧非常的好。是是是。然后其实我们两个的这个搭的这个这个音域什么都很搭。那今天又加上你又更不得了，那个低音哦。我刚刚你练了好久，是是是，真的是其实哦，我们早期也是这个唱西洋歌曲，哪里，其实你这个唱西洋歌曲也是这么久了，所以刚刚虽然是练了，真的，我是看你好用功，真的是，才一下子这个有这样的成绩，真的是宝刀未老，对，这是什么话？我个人对苏芮姐是一直很崇拜，也从一样的月光。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听的国语唱片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里面整个搭配，他苏芮姐唱的让我，因为他演唱会我也去看，看了我感动不已。今天能够有幸在这里跟苏姐合作，是是是是，
飞哥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千万别那么客气，真的谢谢。在我们圈内，伍思凯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。不过跟苏芮小姐要唱歌的话，要还是要选择什么歌曲？他这个，我就发现他这个人的情感不是很善于能够表露于这个眼，从眼睛表露出来，他反而会不好意思。我常常讲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近视也很深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难怪你会嫁给刘维林啊。开玩笑。我今天来这边表演是真的是。对呀、啊，苏姐，看到没有？早就准备好了。什么叫做才子佳人呐、啊？这个我们都要试试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哎，这个苏芮小姐呢？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现在在歌坛上面唱歌的方式啊，可以说我们苏芮小姐是啊无人能出其右，高亢的歌声，真的。那伍思凯，你们看这个年轻人，他琴弹得非常好，很有才艺，吉他也是一把照，对吧？谢谢。今天两位，我看这个啊，应该是这个免不了要好好给我们表现一段这个精彩的歌曲。听说安排了很久了，差不多有两分钟哦。今天是非常难得、啊，我们比较即兴，即兴一点。Sometimes when we touch, me honestly too much,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. I wanna hold you till I'm die,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.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feel with me sometimes.这个即兴搭档给我们带来一段西洋歌曲的精华，让我们感觉叹为观止。非常谢谢苏芮小姐到我们节目，谢谢飞哥，谢谢飞哥，谢谢。